小猫咪好玩吗？很开心，对不对 ？Go。它抓气。它可能在装气啊。哦，有，嘴巴有在装气啊。啊，可能装气。有，翠贝把鼓起来了。我看一下照片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这张可以，这张里面就小胡最丑了哈。握着小猫咪的手，爸爸心都融化了，有恋爱的感觉呢，有没有？河豚充气，可爱。明明在说什么啊？很和谐。我不想那么早回去。不，你们要带我。哦，我们进出来玩三天的嘞，明天第四天了，爸爸已经好累。虽然都是住饭店的。好不好？我不想住那么多天。爸爸明天要开车回家。少听。那你帮爸爸开车回家吧。不要，我不会开车。你昨天不是去开赛车了吗？那你的速度就可以了，舒化高那个速度就可以了，舒化。舒化公路那舒服的，是啊，那太小了。那你下一个好了，我们明今天再住一天好不好？下一个来，住几天啊？就住今天呢、啊，明天回去好不好？那么少的，对呀、啊，我们下次再来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一定可以出来开车出来玩的。你要小朋友的。哦。你玩什么呀？啊！我的手指头只会痛。那我握你的手腕。你要握我太阳晒，你要握我手腕。在做什么？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